劝修净土师，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三十首。念佛落言真漱口，诵经应不用开唇，药然医病还尘病，活本温身反旧身，佛见卫生除什么，凡情尚在断何因，劝今莫慢闲言语，只要今生出苦轮。劝修净土师一共是108首，分六大结构段展开。第一个结构段是标举一正，庄严以起信，这是有从第一首到第十一首。第二个结构段就是全息人情已破疑，就是有一些众生的情执升起了种种的不正确的知见，这知见主要就是对净土不可思议的这个法门的怀疑，所以醒安大师就以26首这么长的篇幅来破疑生信。那这首诗给出的一个题目是漱口公案，就是一些禅宗的行人呢，看禅宗祖师的一些语录，错会祖师之意，拿着祖师的一些开示的这个语录来破持净土，但实际上并没有了解祖师的真实意。那这个是一个著名的公案呢，唐代赵州崇审禅师，现在他所住持的寺院就现在河北的百灵寺了。说赵州禅师有一句话是念佛一生漱口三日，念一声阿弥陀佛好像赶紧要去漱口，好像张了自己的嘴巴。有些人看到这个他就觉得不必去念佛，甚至在禅堂里面有人念句阿弥陀佛，他要罚人去挑水呀，洗禅堂了。那这时候是错会主语，如果念佛真要漱口的话，那么诵佛经也不需要开口了，因为念佛号和念佛经它是同体的，既能憎恨念佛号，那读诵大乘经典你也可以不需要了。但祖师的意思不是这个样子，这个宗门下的学人来问话，那都是这个问在答处，答在问处。赵州禅师就在开示说，老僧此间
既以本分事接人。中门下讲本分事，就是向上一找，不是就事论事的，他是要回归到学人的那个自信的。如果学人很在外面去求佛法的高深，那他就要扫荡，破这个执着的。破执着的当下是让你体认自信本具的那个自信天真佛的。所以这些语录法语就像药，药能医病，医什么病？医你执着的病，解粘去缚，指归向上，就像手指指向月亮啊，这些疾风转移就像手指，透过语言文字，你要去看它的那种月亮。好，现在你不去透过手指看月亮，你执着这个语言文字在这里当作实法去理解，那你本来这个药可以治病的，现在被你一执着这个药，反而成了病了。就像这个火，火用得好，本来是可以温暖身体的，现在你不善用，反而焚烧你的身体了。般若就像大火炬，四边不可出，你四边你去执着它，那你就被火所烧。这个四边有时候就表达为四句，有一句无一句，既有既无是一句，非有非无是一句，这四句都要离开，都没有办法全显般若的特质。又一句话，般若如清凉池，四边都可入。你不执着它，你善用它，你不可出就是离一切相，又像清凉池，四边可以入，它也即一切法中道。你善用了，那这个火就能够温暖你的身体，烧熟你的饮食。古大德这个疾风转雨都是遣荡学人的执着的语言。所以禅宗这些法语有时候听得莫名其妙，但是他能够应激的话，就能够借助这样的转语开悟。现在的人呢，执着这些语录，把它做实法会，那就等于被这个火所烧了。赵州禅师语录里面，比如说完这个，他有句话是佛之一字，勿不喜闻。佛这个字我不喜欢听到，但是有一个比丘就问，和尚还为人否？赵州禅师说佛就是你为人这个得利益的开始是什么？他就说佛。这学人又问和尚，受大王卢氏供养以何报答？就是当时这个燕王和赵王都是拜赵州禅师为师，常常来这个供养他，
所以学人就问你：受这个大王这样的供养，你怎么报答呢？赵州禅师说：念佛，念佛来报答。那有僧人又问：十方诸佛还有师也否？十方诸佛还有不有老师呢？赵州禅师说：有。问：如何是诸佛师？赵州禅师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十方诸佛师。好，那你看这些法语很有意思了。赵州禅师无论说佛这个字我不喜欢听，或者用念佛来报答这个施主的恩德，这些话都属于讥讽转语，都是指归向上。如果直下透过这个转语能够体认自心，你才能了解赵州禅师这些法语他的真实的意图。指归向上啊，完全脱空，摆脱你能属对待的一切分别的情识啊，这个体认那个清净本然的自信，这个心性之离是离开一切分别的，没有是非圣凡的差异的。但是在世上你还得要去修，你知道向上本分不离一法，但是在世相还要不舍一法，还要直直不倦的念佛。倘若你的证悟境界不能亲近赵州禅师所体证的境界，那宁可以念佛做修持，不可以这个扫荡的法语作为把柄。那为什么呢？你依念佛老师修行，还能当身出三界轮回将来成就佛道。如果依这个一时扫荡浅执的那种薄无佛法薄无净土的这些，那就成为绑佛绑法绑身了那现身就有很大的罪孽福德智慧就会瓦解，命中就会堕到阿鼻地狱长劫受苦。所以这个利害得失啊，那是有天壤之别。所以常常这个有人不依事项上的念佛得第一，往往就以这个佛之一字我不喜闻念佛一生漱口三日作为十法聚会，那就是白云万里了。而且念佛一生漱口三日这句话在赵州禅师语录当中是找不到的，在其他的文献资料传记里面也没有这句话，那这句话就不知道怎么出来了大概是后来的人只是图那种滑口快意添了这句话，于是这句话就传遍天下了，这些都要引起重视的佛见未生除什么？这个佛见呢，就是指佛的知见，佛的知见是照见诸法实相的真实的知见。在一般学人来说，佛见那是很崇高的真理但是在中门下，在般若系
这个学人来看，如果你对于佛的佛见也有一个执着心，那也是一个障碍，也是要这把它扫荡的。但是这句话那是境界很高的，是赵州禅师真实的证到了这个田地，他才能开这个大口啊。因为楞严经确实讲你不能有这个见呢，佛见法见都要浅荡的，因为在自信实相层面是没有这些见的，就叫见见离见的。你有个能见和属见呢，那都是能属对待的，都不是那个绝代的真理的本身。所以佛见法见都要扫荡，你执着这个还是一个障碍，不能亲证这种实相本然的自信的。那这就中门下常常讲无佛处不可住，有佛处即走过，有佛的地方你要即走过，你还不要执着有一个佛，有一个佛见，有一个法见啊。但是现在的人是空浮高心呐，口里谈着很高悬的禅理，内心轻视那些事项上的修行。一般的人尚且没有除恶见，恶见就是凡夫的那种邪知邪见，何况升起善见，人天善的那种知见，尚且没有升起三乘的知见，就是声闻缘觉全教菩萨的知见，那对于佛见他都没有感觉的。你的佛见尚且没有升起来，你怎么可能再去讨论除佛见的问题呢？这就是凡情尚在断合因呢，整个凡夫的情执都很厚重，一点都没有地除，你还在这里谈什么断业的种子易熟因呢？所以中门下讲这个淡尽凡情呢，别无甚解呀。但现在我们自己的凡情一点都没有这个冰消啊，所以谈至除佛见，这都是够不上的事情啊。所以显安大师劝君莫慢闲言语啊，只要今生出苦轮啊，劝勉尊称他叫君呢这些学人也很有崇高的志向，也想了生脱死，但是由于不知道法门的厉害，自己的根基常常就是这个说那些谈玄说妙的话，根本就不是他的这个见解当真实见到的所以就劝这些空浮高心眼空四海，实际上烦恼重重业障很深的人看了一点语录，读了点佛经，就拿这个名相概念来搬弄
好像他就是很了不起的啊。所以要劝这种人，你不要随意的说这些大话了，对了生脱死没有帮助。纳约三十到来，你靠这些这个说得很溜的这些玄妙话，是对抵对不了生死轮回的。要知道，对娑婆世界的修行人来说，他要建立一个真正的目标，只要在今生今世脱离三界轮回，这个轮回是非常苦难的，叫苦轮。当生要出三界的轮回，他要什么水平呢？从通途佛法来说，一定要断见思惑。你就宗门下这些祖师开悟了，大部分开悟了都是属于明智即佛的水平，就像偶一大师所示现的，他是明智未中真佛眼呢，未知毕竟复何人呢？在明智位开佛之见，大彻大悟，但是见思惑没有断。见思惑没有断，虽能开悟了，他还出不了三界的轮回。那净土法门对我等众生的重要性，就在于只要深信切愿，支持名号，哪怕没有开悟，哪怕一品烦恼都没有断，他可以待业往生。待业就是待见思惑，以信愿持名为能感之机，阿弥陀佛慈悲的四十八大愿的愿力的，为属因的，接引的力量，临命终时拿作莲台接引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就叫横超三界，长忆生死，永远离开了三界的苦轮。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能成为阿毗跋致菩萨，就能一心，一生成佛。这是我等业力凡夫唯一的一条出离的康庄大道，我们一定要有自知之明，靠自力要了断三界的苦轮是很难的。就谈我们自己的知见呢，也是全体的颠倒啊，迷惑颠倒的，所以我们要谦卑下来，不要在自己的心意识里面琢磨一套什么知见，凡夫的知见都是不可靠的，都是颠倒的，所以我们还是要以佛缘主语建立我们的知见，读宗门下禅宗祖师的语录，也一定要，了解他问在答处，答在问处，不在事项上就事论事，而是向上本分那种，解言去复的这些本意。那对于一般的般若智慧不深的人来说，看这些语录还是看得头晕的。
但是有一点，我们念通过念佛，我们能开发一点智慧，再去看中门下的语录，可能你还有点感觉。他的感觉就在于他是甚深的般若的那种法义，真正你能看懂也是很有法喜的啊。但你错会了本来是治病的药成砒霜了，那这个危害就很大了，治物误人了啊，丧失啊法身慧命了。就像印光大师所说的，一些薄雾净土诽谤三宝的这些话去说去做，那你就罪业三级呀，以后永堕阿鼻，长劫受苦啊。所以这一定要引起高度的警觉。那些谈玄说妙的境界，我们自认自己智慧不够，还是依净土法门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今生出离三界轮回为最保险的选择。好，南无阿弥陀佛。 Thank you.